题。Hello， 我给大家介绍戴拿奥特曼的三个飞机怎么样合体。这个是 Alpha， 这是 Beta， 这是 Gamma。这个呢，你是这个翅膀正摆的是人拆开来的。然后呢，也可以重新把它放回去。然后这个贝塔也是有地方可以拿出这个翅膀。注意呢，等你装回去的时候不能这样装，因为这个黑色没有连在一起，这里也会连在一起，蓝色的，然后呢，黑色连在一起，就这样。这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伽马这儿能打开来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可以往上。然后就开始，你把这个贝塔这儿有地方和 Alpha 的后面连在一起，你可以看上面做，也可以看下面这个贝塔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可以插进这个空的地方，然后翅膀我放进，然后呢，把伽马的这个弄成这个，然后这个最后一步有两种做法，一种呢是先固定这个这里和伽马的这儿固定起来了，然后把它给按住。还有一种是，你把它划在这儿，啊，会有点难。滑，就是滑到这儿的时候，扣住比较难，然后三机合体就好了，拜拜。